就只想着安安心心打个比赛。I need a weapon. 我和子弹都不刷呀，不至于吧？要不给我手机上装个自瞄吧，要不？刚刚就是手机断住了。我要玩喷子了，我最近。我要摁跳，他就给我摁趴。Awesome. 哎，这游戏耳机有问题，没问题。I got supplies. 耳机肯定没问题。你两千的耳机怎么能有问题呢？可是这手机听声辨位有问题。就这个脚步像是小猫的脚步一样，滑脱嘛。I've located the next play zone.要不你就站着别动，让我打一下呗，我看我能不能打死你。I got supplies.妈个屁！是我人的问题吗？怎么能把枪呢？这叫索尼基本操作。I've located the next play zone. 我叫我马枪行不行？叫索尼马枪。懂我的东西。这屏幕还会自己抽搐，好离谱了。Watch out!Watch out! 屏幕又抽不动了。
真牛逼啊！真绿，我靠，60帧的打个人都睡眠不了的。我没麻，这手机帧率太低了，我打人我射速太慢了，人家射速快，嘎一下就秒了，比我那 OPPO R9 还烂。Awesome.梦回2018 OPPO R9 时代了，这手机应该60帧不到，40帧左右吧。我为了这手机是不能单点的，然后为了它能单点，我把你们的全设置零了，只用陀螺仪的。这里根本就不能压枪。巨马这枪。又能怎么样呢？照样玩。哎呀，我靠！哎，我靠，看到没？他自己抽搐。点个雷都点不出来。不救他，早知道。不救他，左边那人就死了。